我们很高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会随时来问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回馈，就是有不懂的地方请大家一一放马过来，我会尽我的最大的力量来给大家解答。那么今天有这位朋友他这么说啊，这个句子我看不太懂，他说 With growing crowds comes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food， 这个呢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个介词片语放在句首 with growing crowds， 随着观众或者群众越来越多啊， comes 这个动词好像不对吧，整个介词片语是不能当主词的，那怎么办呢，其实这是一个倒装的写法，这个 comes goes都可以用来倒装起来。There goes Peter， 彼得走了。Here comes Mary， 你看，应该是 Mary comes here， Peter goes there。但你把这种所谓的副词或者是介词片语放在句首，那么它可以倒装。On the table lies a book， 其实就是 a book lies on the table， 应该这么说啊。所以现在呢，我就告诉大家呢，这个句子真正的主词是放在后头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food。这个 demand 就是名词当主词，一个不断的增加的啊需求。对什么的需求呢 ？For food， 对食物的需求就是不断增加了。因为为什么要增加呢 ？With 这个 with 等于 because of 的意思。Because of growing crowd， 因为呢群众啊数量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个对食物的需求，这种需求量也增加了。所以这种倒装句你要有一个概念，一看就知道是倒装句，主要是介词片语它不能放在句首当主词的。好，这样讲解清楚了吗？我们下次再会。